我就是网上就是刷了好多萌兰的视频啊，萌兰特别活泼，而且她一直是北动的，就是北京动物园的流量明星是吧？对啊。丫丫来了之后说是先不展出，就是先养伤什么的，然后我们说等丫丫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。这不刚才那个功夫熊猫那动作吗？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